代表主办单位来欢迎大家，你们每一位都是我们的贵客中的贵客，不一心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能够跟你旁边的人相拥，而且他能够进。写几个字给我们在灾区的民众，一起为他们祈福，那三个字吧。那三个字大家心知肚明，就是其实生命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角落，总统已经提了四个字，永度 LOVE、哦、它其实是